指腹按摩头皮，是不是觉得手很酸，但是又不舒服？没有关系，由我吴怡玲来教你如何用按摩小物快速的消除你头皮的疲劳。首先，我们要选择按摩小物，第一个要看的是它的齿尖上面一定是要圆形的，这样子才不会伤害你的头皮。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所有的按摩小物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弹性。这样子才不会因为我们在按摩的时候没有弹性而去伤害到我们的头皮而产生有伤口。首先要告诉大家，按摩其实也是需要分区的。人呢，其实头皮是有自由基的，自由基就是所谓的压力。当然我们第一个分区是第一个是头顶，再来是两侧，再来呢还有我们的后脑勺。后脑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分为中间一区、左右两边各一区，所以按摩的头皮呢，总共有分为五大区域。第一个，如果你是油性头皮的人，一定要记得你只能够定点按摩，这个叫做定点按摩。如果你是一般头皮的人，你就可以叫做滑动按摩。首先，先教大家，我们先把按摩小物放在头皮上面，轻轻的按压三下，再定点画圆圈，三到五下。如果你是油性头皮的人，三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慢慢的往下移，最后在靠颈部这个地方，我们会建议你将你的头轻轻的往后抬，它可以帮助你把头皮上面的压力释放掉。大概停个三秒，再回来。再来，我们换后脑勺的第二区。一样，在靠近后颈部的地方，头可以轻轻的往后抬，三秒再回来。再来，最重要的前面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的人看太多手机或使用太多的电脑了，所以你所有的压力都是集中在我们的眼睛旁边这个部分，叫做太阳穴。所以我们在按摩呢的时候，先从头顶，一样。画圆圈，三圈到五圈，再来往下移动，一样三圈。尤其在我们的太阳穴的地方，我们的圆圈可以画大一点。最后将头发往后轻轻的梳到耳后，从太阳穴画过耳后，做一个大 C 的动作。最后，我们还可以拿着我们的按摩小物，从你的头顶开始做轻轻敲打的动作，由上往下。切记，所有的头皮按摩都要由上往下。按摩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下面你所要做的洗头的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呢？你在家也可以试试看。